我的音乐行销伙伴哦，他传这个来，他说现在台湾的经济非常差，失业率直接上升哦，GDP往下降，所以需要刺激一下经济，就是台币10万以上哦，预计会在下礼拜发吧，最好关注我。只是我现在比较头痛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要发给谁，陌生的网友，我在想到底是要 IG 还是 Facebook 还是 YouTube， 现在最主流台湾这边是使用 IG， 钱要发给 Facebook 嘛、啊、，Facebook 的人就好像死人一样，有时候发什么文章、发什么影片，下面都没有人留言，搞得好像说你们在看 A 片一样。看完 A 片就不留言了，这样。YouTube 的话比较麻烦，酸民超多的，每次发什么文章，下面就会留言说什么啊，去死吧，白痴什么的。今天又有一个人说什么，啊，你的歌会中金曲奖的话哈，除非说那评审是白痴、神经病，每天都有人在骂我，就是钱也不想给 YouTube 的朋友，还是全部钱都给 IG 好了。哦，我还是想一下哪个平台发钱。OK， 记得追踪。什么年代还在找那台妹？钻石爸爸闯进泰国 say smoke high every night like a squid。Walking street can do it, let's Thailand 跟我太高兴是我的歌欠，一觉醒来，今天钱包都不见。我太过岁。